真是不要命，硬闯平交道，遭自强号撞翻，这真是不要命，明明平交道警示灯响起，栅栏都要放下来，嘉义这名张姓驾驶还是硬要重过，结果就这样卡在平交道上。驾驶这个时候还在玩命，跳下车想拉起栅栏，让女友接手开离现场，结果反应不及，来不及脱困，只能眼睁睁看着女友在轿车上直接被自强号撞翻。他也要过去的时候，栅栏突然放下来，然后后来车子火车就直接过去。当爽哎，当爽！车上女性乘客一度受困在车内，所幸送医后已经没有生命危险。东新闻。交通规则，台南妈报道。